条纹斑竹鲨最长可达95厘米，重 1.5 公斤，寿命可达25年。条纹斑竹鲨喜欢较浅的水域，通常独居，只偶尔会看到几条鱼的群体。它们在夜间猎食，即使在能见度差或完全黑暗的条件下，条纹斑竹鲨也能辨别其他鱼类发出的电信号。它们产下皮革质的扁平卵，被称为美人鱼钱包。爪哇裸胸鳝是其家族中最大且最具攻击性的成员，长度可达3米，重量可达30公斤，寿命约36年。爪哇裸胸鳝独居，生活在沿海礁石的洞穴中，栖息深度不超过50米，主要在夜间活动，捕食各种鱼类、头足类软体动物或大型甲壳类。